公主，她就是杨广的女儿若曦公主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天行啊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听说杨广有个最宝贵的女儿，咱们用公主做人质，至少可以威胁杨广交出十万兵器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干这种卑鄙下流的事。那就把他杀了祭旗。红线，你还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想知道父皇您有什么打算。我看干脆把他放了算了。大王，不能放了他。我们马上要进攻杨广的御驾，没时间跟他乱扯。父王啊，我想问问您，您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呢？不是李密，就是杜福威了。父王这就说错了，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李渊。李渊？李渊跟咱们无冤无仇，从来没有交过手。魏征这一计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他只是想让我们跟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好让李渊得个渔翁之利。就算是这样，这跟若曦公主有什么关系吗？若曦公主跟李家的关系可大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我打算送若曦公主去太原。真要放她走，怎么不让她自己回去？何必你亲自去送呢？因为我要保证公主安安全全抵达太原。只要公主到了国公府，李渊的两个儿子就会互相残杀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红线，你这棋爹还是没有看懂啊。爹啊，有些女孩子的事情只有女孩才明白，你们呢就安安心心的去打杨广，公主就交给我了。二公子，对不起呀，你还是到别的寺庙去剃头吧。阿弥陀佛。窦建德已经发起进攻了。杨广的中军又被牵制住了，他现在只带了一支左军，往江都方向撤退。哎，李世民的事情，你搞定了没有？这种雕虫小技还用我亲自出马？我教了李建成一招，就全没事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叫他命令全城的寺庙不准李世民剃度啊？哟，你也懂这一招啊？这招啊，我早就不用了。哼！哎呀，我本以为李建成会纵容李世民出家的，好少一个对手。可是没想到，他还真疼这个弟弟，手足情深呢。你发什么呆啊？快包饺子啊！你说李建成真的那么手足情深吗？哎，你放心，这一点我敢打保票。他已经派了李元吉到全城各大寺庙去下达指令，一家也没漏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大公子。哎，龙儿，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呀？要不是你叫元吉公子到各大寺庙打招呼啊，我看二公子早就当和尚了。不用谢我，世民是我的弟弟，我怎么忍心让他去当个和尚呢？现在国公和夫人说婚礼照办呢。龙儿，我早就说过，世民是你的，谁都抢不走。哼，这下美梦成真了吧？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二公子就算不出家当和尚，他也未必愿意娶我。只要他不出家，
他一定会娶你的。是吗？是啊，因为这一次啊，连魏征和刘文静都说他该娶你，他们两个计谋加在一起，世民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这次李家的媳妇你是当定了。公主驾到。参见公主。参见公主。起来吧。谢公主。谢公主。好漂亮的席头，好像比以前更漂亮。李世民呢？我要见他。启禀公主，世民已经要和龙儿完婚了。那就请把新郎官请出来，我要当面向他道贺。他怎么？现在李家已经不许我见李世民了。建成不敢，我这就去找世民。公主，你不是去江都了吗？我要留在太原。什么？你要留在太原？我要跟着李世民。可是他是要娶我的。那你做大夫人，我做二夫人。堂堂公主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不在乎，反正现在皇上不在我身边，谁也管不了我，只要能嫁给李世民，做几夫人都行。可是李世民他不可能娶你的，而国公也绝对不会答应这件事的。那我就终身不嫁，住在附近，只要每天能看到世民就可以了。公主，我现在已经想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烦恼了。大师请。大师，世民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了。老衲遵守国公的意思，连门都没敢开呀。大师，你还是替世民剃度吧。公子，这……世民在门外等了那么久，诚意可嘉，令人感动。我想，你还是成全他吧。那国公他……这就是国公的意思。阿弥陀佛。龙儿想请公主去见见兄长。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去见你的兄长，改日再说吧。我哥就是长孙无忌。长孙无忌是你哥？亲哥哥。长孙家族门第显赫，你怎么会去当宫女？长孙家需要知道宫里的消息，所以安排一些人待在皇上的身边。你原来是一个奸细。不错，有好几回皇上要逼害李家，还是龙儿及时通知了李世民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李世民感激我，才会愿意娶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天下大乱，李家要夺天下，而长孙家能够帮李家夺得天下。所以公主，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太原，不要再见李世民。不，李世民他不是这种大逆不道的人。龙儿已经叫人备了马车，还是请公主赶紧去追皇上吧。我不走，在没有见到李世民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公主，
你知不知道你留在太原有多危险？危险？就算李家要杀我的话，这一刀我也要李世民亲手砍下去。抢不走李世民的，李世民在我心里谁也抢不走。李世民就快娶我了，长孙家和李家就快要联姻了，这件事谁也拦不住。世民，公主来了这么久，李世民来见你了吗？李世民不想见公主，他不会来了。龙儿恭送公主，请。问你最后一句，你若后悔还来得及呀。世民不悔。刘先生，这是给公主煎的药吧？是啊，这是大夫开的一副强心药，他说喝了很快就会苏醒的。如果公主醒了，二公子会非常高兴的。二公子要见到了公主，他不会再出家了，一定会带她远走高飞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……把这个一起煮了。这是什么？你不用问。不，先生，如果你不告诉我这是什么药的话，龙儿是不会煮的。有些事情你不该知道。这是毒药。公主必须死。什么？杜伏威已经发兵了，皇上派中军去抵制，现在三路大军也被牵制了。皇上人在江都，御林军人数也有限，他只能靠宇文化及来护驾。那宇文化及会杀皇上吗？玉玺早已经在他手里，如果他没有野心的话，他早就应该交给皇上，而他却一直自己藏着。那宇文化及杀皇上之日，就是李家起兵造反之时。那李世民他……李家起兵造反想要成功，就万万不能没有李世民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二公子见到公主的话，他会起兵造反吗？他会去杀自己的岳父吗？而你愿意看到他们两个人双宿双飞，你一个人行之影单吗？手，你现在不动手，
等李世民回来，你就没有机会了。我下不了手。杀人的事还是交给男人来做比较好。是无辜的，他不能死。公主是无辜的，可是为了你将来的幸福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龙儿，龙儿，二公子，你且听我的。龙儿，龙儿，二公子慢点。公主是不是来过？公主啊，公主是来过，不过她又走了。走了？不会的。公主没见到我，她是不会走的。公主是想等你，也不知道谁多嘴说你要出家，于是她就失望而去。备车。二公子，趁她追的时候，我们赶快把公主转移。啊，哦，我哦，快出南门，往江都方向。驾！驾！驾！把公主安全地送到长安去，不得有误。是。驾！驾！刘先生，元吉公子，该你出马了。真的要杀公主？你愿意看到李家永无宁日吗？公主一死，我大哥和我二哥可要伤心死了。一时的伤心，总比一世的骨肉相残要好。嗯，我懂了。找个僻静的地方下手，事成之后，叫给瓦岗寨吧。我懂了。这。你们真的要杀公主吗？现在谁也阻止不了这件事了。李世民，永远是你一个人的了。爹，窦建德为什么这么好心，千辛万苦到来的玉玺要送给爹？这些人敢造反，但是不敢杀皇上。哦，他们想让爹当着罪人。百姓是愚蠢的。等我杀了皇上，这第一个来对付我的就是李渊呢。他就成了大忠臣，就能得到百姓的拥戴。爹，可这玉玺呢？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呀。爹，如果有了这玉玺，就可是名正言顺的天子了。玉玺呀，玉玺，多少人为你疯狂啊！杜伏威已经攻城了，皇上的三路大军都被制住了。看来魏征的计划真的一步一步实现了。皇上已经在我们的掌心了，爹，只要您一声令下。我都不急着当皇帝，你急个什么劲儿啊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如果皇上的三路大军回了城，那我们就失去这个机会了。杀皇帝容易，坐江山难呐。爹，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呀？一招不慎，那是满盘皆输。
走错一步，你我就人头落地啊，你懂吗，儿子？你要不动手，我动手。你疯了！把玉玺给我搁下。要沉住气，要成就大事业，我们就要比魏征更能沉住气。公主没了，玉玺也没了，天意要亡我大隋呀！皇上，公主肯定是找李世民去了。玉玺丢了，我们可以再造一个啊。再造一个也不是真的。你是皇上，你手中大印就是真玉玺，谁敢来验？建灵啊，有你在朕的身边，朕的心情就好多了。这是京师送来的各部奏本，请皇上批阅。朕有点困了，明天再说吧。看一个皇上是不是真皇上，不是看他手中有没有玉玺，而是看他是不是真心为百姓。建灵，从来没有人敢跟朕这么讲话。大家都不了解皇上，其实皇上还是爱民如子的。好吧，先批哪一本？户部管百姓，先批户部的吧。启奏万岁，魏征求见。魏征？魏征不是已经被李世民处斩了吗？他有一封信，请皇上过目。呈上来吧。玉玺，若曦公主路过这吗？公主殿下在里面休息。二公子，您来的真是巧啊！那请大人禀报公主，说李世民求见。若曦公主传过话，二公子驾到的话，直接进去找他就可以了。请大人带路。二公子，请。您小心啊，小心。请，请。公主就在里面。啊。您慢点啊。快，快点，快点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长乐王麾下轻车将军霍天行。你是窦建德的人？我们李家与窦家无冤无仇，不错。可是皇上很快会亡于宇文化及之手，大隋就要垮了，长乐王得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了。下一个对手？窦建德最大的对手应该是杜福威和瓦岗寨吧？我们李家可是按兵不动。哼，按兵不动才是最可怕的。天下人打得头破血流，李家坐山观虎斗，一旦你们下山，我们可不是对手。所以霍将军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把握对付李家，只有出此下策。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？杀了李世民，李渊会马上发兵攻打我们，我们可没有这么傻。我们只想请二公子到长乐王那儿做个客人。所以你们打算
抓我当人质来威胁我爹。哼，只要李渊肯与长乐王合作，我们会善待二公子的。别做梦了。大公子，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嘛？龙儿，你不是也希望公主不能和世民在一起吗？我是希望，但是我更不愿意看到公主死亡。如果公主不死的话，世民永远就不会娶你。我和世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也无法再继续了。可是大公子，你不是深爱着公主的吗？是，我是爱她。既然你爱她，那你为什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呢？我，因为她不喜欢你，所以你就希望她死？不，我不是那种人。既然不是这种人，那你就赶快去拦住元吉公子啊。可你不是不知道，元吉谁都拦不住他的。谁都拦不住元吉公子，除了你。龙儿，马和兵器我都已经替你准备好了。龙儿，如果我去救了公主，世民就会娶她，你不后悔吗？龙儿无怨无悔。爱公主就赶快去救她吧。魏征，你见了朕为何不跪啊？魏征只给皇上下跪。难道朕不是皇上吗？有玉玺的才是皇上。皇上的玉玺何在？你们先退下。是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哎，我会卜卦。那你就给朕卜一卦，是谁盗走了玉玺？我正是为这个事情来的。你已经知道是谁了？盗玺之人呢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他是谁呀？宇文化及。哼，魏征，你骗不了朕。哦，你这是用的离间计。你想让朕斩了自己的左右手，朕不上你的当。要让宇文化及交出玉玺，其实十分简单。这个宇文化及啊，忠心耿耿，他不会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。您别忘了，瓦岗间谍案，您差点杀了他。不错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朕才看清楚了。朕本来想杀他，这宇文化及呢，明明可以逃走的，可他没有逃走。由此可见，他对朕是忠啊。也许在他心里边，早就已经埋藏了复仇的种子了。你给我住口！这是什么？寻回玉玺的妙计啊。哼，朕不上你的当。用我这计啊，准保宇文化及可以乖乖的把玉玺给交出来。你赶紧把它拿走，拿走。皇上不要这玉玺啊？那我走了。皇上
他到底他是皇上最后还是把魏征的信拆开了。啊，那魏征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呢？这个不知道。哦，谢谢公公。赶快回行宫。公公早啊。你我早就猜到有人会向宇文化及通风报信，可是没有想到会是你呀。杀了他。龙儿，我叫你杀了魏征。公公，该去见皇上了吧。见皇上？公公啊，你以为你身边的哦都是你的人呢？爹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，先下手吧。慌什么？皇上他全都知道了，万一他先下手怎么办呢？皇上他没有真凭实据，玉玺就在咱们手里啊，万一他搜出来，这就是真凭实据啊。我们不要上魏征的当。魏征？他先安排人盗了玉玺，然后又塞给了我们。他以为我们得了玉玺会杀了皇上自立为帝，嘿嘿，他失算喽。换作是我，我早该下手了。早说过我们要沉住气，哼，现在倒是这个魏征沉不住气了，他来找皇上煽风点火。我知道是魏征用的计，但是我就是怕皇上会中计呀。皇上原本是小心眼儿，很可能中魏征的计。那就完了。爹，我们不能等皇上先下手。沉住气，你要给我沉住气。再沉就断气了。爹。老爷老爷，启禀老爷，行宫传令下来，皇上有请老爷赴宴。爹，这可是鸿门宴呐。退下。是。我若是不去，这就是做贼心虚呀。皇上就相信魏征的话了。爹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我太了解皇上了，他真的要杀我，不会用这种婆婆妈妈的方式。爹，你不能去啊。魏征，你料定我绝对不赴皇上的盛宴，我倒要你看看。北车，入宫。是。爹，那您把这个带上。真是多此一举。没事最好，万一有什么事就把鸽子放了。好好好，我带着。我调集人马准备动手。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你醒了？我这是在哪儿？公主，这停车！公主，停车！快停车！这什么地方？正在赶往京师的路上。去京师？李世民在哪儿？李世民在太原。那我们回太原去。公主，我的话你都不听了，回去。国公之令，小人不敢违抗。本公主的话就是圣旨，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由我来担待。是。公主，你先走。驾！驾！
钱吗？你有钱我把钱全部给你。我们是瓦岗寨的英雄，不要钱。瓦岗寨，瓦岗寨的人见到本公主何必鬼鬼祟祟还戴着面具？你肯定是我认识的人。李元吉，公主果然是公主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你好大胆。我的两个哥哥都是笨蛋，都被你弄得神魂颠倒，兄弟反目，我得收拾这个局面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来凑热闹的。臭丫头，我倒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呀，现在安全了，姑娘，多谢相救。公主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你还是快走吧。我还是要去找李世民。公主，李世民已经到江都去找公主了。真的吗？嗯。二公子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脸上还有笑容，真是令人佩服。你不让我笑，难道要我哭啊？李世民不愧是李世民，长乐王要我们首先对付你，真是独具慧眼。霍将军，我可以吐口痰吗？你要吐我？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呢？吐你，你可是霍将军啊，我要往外吐。吐口痰也要请示，不像李世民的性格。我现在是俘虏吗？还是要乖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二公子请吐吧。哎，我是跑不掉的。哎，霍将军，我是问过你，你批准我吐的。你都下来了啊！你故意吐在他脸上。我哪知道他那么巧走过来啊？啊，快下来！对不对？敢吐不敢下来！弟兄们，准备好！给我打！打！来！哎呦！啊！你呀！哦！哦！哎！你们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走走。公公，可知道皇上为何事召见我呀？这个不知道，可是皇上脸色不太好，大人您可小心一点啊。哦，公公，这只鸽子先放在你这儿。鸽子？如果老臣遇到什么不测，请将这只鸽子立刻放飞。放心吧，大人。先生，我已经照您的话说了。这个老家伙还挺有一套的嘛。先生，那皇上面前，您可要替小的求情啊。来人呢？在。把他押入大牢，是。后发落吧。皇上，唤微臣有何事？这是魏征给朕的信。魏征？他让朕按照信里去说，去做，就能找到玉玺。这个魏征在虚张声势啊。
你拿去看看吧。皇上的信，微臣怎能一窥呀？你我君臣不分彼此，看吧。谢万岁。一个字也没有。是的，这个魏征竟敢跟朕耍花招。爱卿啊，你还记得吗？三国中的曹操曾经用过此计。记得记得。当时韩遂与马超打得曹操是一败涂地，曹操就给韩遂寄去了一封空白信，这个马超就怀疑韩遂有意隐瞒呢，于是起了疑心，二人反目。结果呢，曹操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。可这个魏征呢，用同样的办法挑拨离间，他哪里知道我们君臣之间的感情啊。是啊是啊，他更不知道皇上是如此的圣明，这种雕虫小技居然敢班门弄斧，真是枉费心机呀。这个魏征啊，真是徒有其表，实属酒囊饭袋。大人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宫里有消息？不是，魏征来了。魏征？是。大公子。大公子啊，我从宫里来，宫里面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宇文大人被皇上给抓起来。啊？总忘。
被什么缠绕，只要你。